我心意跟朋友出去玩，你们去游泳。那有这一个朋友叫做好夜夜，然后另外朋友叫做好棒棒。结果好夜夜跟好棒棒掉到水里溺水了。你要救哪一个？吴心意救起了好夜夜，那好棒棒怎么办？啊，不救好棒棒。对啊，因为救了好夜夜啊，所以啊不救好棒棒啊。你知道是什么书吗？这个是吴信义。不是为什么不是？这里写吴信义啊。那你知道这边写什么吗？吴信这个写吴信义，可爱一般。我说这一个啦。为什么写吴信义啊？这个写什么？我会画画吗？真的，你还站在这里念给我听，我是老师哦。你是老师啊？哎呀，可是你的睡觉时间到了，你要去睡觉了哦，妈妈，晚安。哇，老师你站太高了吧？这样好像好危险哦。老师都站在桌。知道这个写什么吗？不。老师都站在天花板上面讲话。我又啪就撞到上面了。你知道这个写什么吗？我写吴信义好会画画。这一个是我会画画，这次画画。好像没有那么多字哎。这写我，他写我会画画，这几画。我真的真的很会画画。我真的真的很会画画。啊，不就好棒棒。他写我真的真的我很会画画。是，那里面在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嘞？他写我们真，我真的真的。很会画画。答对了。第二页他在画什么呢？画黑暗。画黑暗哦，可是大家好像不太了解你画什么耶。大家都画一个小猫，画一个车子，画一个太阳。那他画的是什么？是怎么是黑暗？你看看。对呀、啊，他为什么是画黑暗？那我们翻页看看，你看他画这么多。哇，这是春天吗？这个是他画的。很多颜色耶。对啊。真是很棒。这个是紫色，这是红色，这是绿色。对呀、啊，好多种颜色啊、哦。对呀、啊。那你还有画什么呢？哦，用手指点点点哦。这是瓢虫。这是瓢虫。有几种瓢虫？一、二、三。不是。一、二、三。来画一个瓢虫。三个。画一个瓢虫。四个瓢虫，它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。哦耶！看看翻页吧。翻页吧。哇，这次又画了什么呢？我看到了大怪兽，绿巨人浩克。我看到了钢铁人的鼻子很长。不是啦。啊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只老虎。大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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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大头大象。这是绿巨人长颈鹿。长颈鹿，大象，大象，不是长颈鹿，长颈鹿，大象。